只从牛圈里面跳出来了，大一点的那个孩子，他就想把老人那个去骑。猪撞树上了，你撞猪上了是吗？不是，一整段属实有点吓人，太秀了。他当时就拿着一个牛蛙来到我们的桌子前面，然后就把我那个朋友给吓跑了，然后他觉得特别好玩，可能就一直在逗我们。这孩子一定有社交牛蛙症呗，就你这种搭讪方式是交不到好朋友的。哎呦，小孩子要跟他好好说，他听得进去的。等到他辅导了他，看到那样子，我只想偷偷拍一下他。但是后面看他真发起火来，我就很怕他拿我来开刀。看看孩子的衣服吧，还没明白咋回事呢。习武之人非让他从文。哎呀妈呀，隔着屏幕都觉得疼，果然惊喜都在最后呢。不仅有这个远程系统，还有这个安保系统。大哥，隔壁养的二哈，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过来趴在那里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我瞅着你这安保系统好像瘫痪了呢，感觉智商不太高啊。